哦，我现在还有十点呢。哦，十点的话，那我该睡觉了，不是？哎，今天呢，我们来玩这一款我期待的非常久的这么一款由四个绞丝旁的汉字组成名字的这么一款游戏啊，名字叫做《绯红节系》的试玩版本。我们就选日文语音吧，反正画风来说的话，可能比较沉浸、简单、普通、困难。像我这种高玩玩家，还用选择难易程度吗？啊，普通，同时我也是普通人啊，请选择要体验哪一边的故事。杰人皇听着名像什么狄仁杰啊什么是吧出身于祖先是国父的名门，给门取名了。名门是一位活泼正向，具有不会轻言放弃的强悍内心与温柔个性的少年，崇拜以前拯救他一命的怪伐君。怪伐君就是哎呀你怪可爱的，是吧？哎你怪伐君的自己也想要成为能帮助其他人的存在，帮我来个一键三连免费的，非常简单。于是志愿成为怪伐君，会接近对手以用力迅速攻击搭配念力来战斗。那么我们在很多试玩版本的都看到过他的能力啊，就有点像是那个哎，之前玩的游戏叫啥来着？哎，想不起来了，叫啥名来着？忘了，反正就是通过念力操控物体，然后唰唰唰来回飞啊，控制，我操，控制 ，Ctrl，Alt 加 FC 控制。重兰德尔受到怪伐君招募，在训练学校也随时保持第一名的精英，冷酷且遵循理性主义，对其他人漠不关心，但据说只对异界敞开心房。我天，血呼斯拉的，可以为他在所不惜，保持近乎偏执的情感啊，就是可能非常高冷，会与对方拉开距离。怎么拉？以无数刀刃的范围攻击，搭配念力来战斗。来着，可以。哎呦，这眼珠子带那椭圆形的美瞳来着，移动操作镜头，按下这个按下 LS 可以重置镜头方向。 OK 啊，要关闭确认中的教学导览吗？啥意思啊？关闭是看看啊。哦，这是跳 ，OK， 我能二段跳吗？这有六十帧吗？感觉很晃啊！来吧，哎呦，有怪了 ！RT 是哪个键啊？这个键 ，OK。哦。我都打完人了才教我锁定，如果遇上敌人基本上先锁定再不锁定。 OK 啊，还有敌人。 OK 哦，他和控制还是有点区别的啊，就是撇东西的时候控制还有瞄准说撇给谁，但是这个游戏呢他就不用瞄准，你只要手上有东西啊。哎，哪个是近战呢？他没有近战吗？哎呦，大长腿欧巴，杰人会使用超念力，超脑力念力施展物体攻击。 OK， 与使用装备武器刀攻击的组合来战斗，按下叉施展武器回攻。 OK， 那这个场地我们就没有东西了是不是？哎，我刀还是很帅的嘛，可以非常强。垫步，我并不是手里拿着刀，而是用念力控制刀。哎，非常的帅气。哎呀，天上的东西，等一下，锁定 ，OK。哎，什么意思啊？ RB 是哪个键？ OK， A 加 X 向上挥斩。可以。
唰，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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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炸啊 ！Nice， 可以。垫步。好。哎，这些路障什么的都可以为我所用。哎 ，nice。啊，现在就是自由交火时间了，是吧？按下 Y 施展一边移动，一边大范围挥砍的旋转移动攻击。我去，旋转跳跃，闭着眼。按住 RT 在念力攻击击中的当下，什么意思啊？好像没太明白啊。按住 RT， 对呀、啊。啊！击中当下，什么意思啊？按住 RT， 击中当下 X。不对，不对，不对。按下 X 或是 Y 的攻击击中当下，持续按着 RT 施展念力攻击，会变成强力的念力追击。这不太明白啊，太难了对我来说。我怎么打不到人啊？啊 ，OK， 反正就这样吧啊。学习技能增加可以连续使用。突击追击与念力追击次数，就是一顿乱按呗。哎呦我去！这全身长什么玩意儿？长瘤子了！哎呀哈！还能揍到我？就是一顿乱按嘛，可以按下这个开启主菜单啊。行，感觉战斗来说的话还是很带感的，就是需要一定的练习。黄秋叶啊，我有队友了，花火一条，盖曼加里森儿，有没有？哎呦，这他喵的！哎呦，短腿小萝莉，扎姐，
卢卡崔福斯，然后道具看看，哎呦这么多东西啊，战斗道具，武器，武器插件，外观，然后还有装备，等一下，插件，我这还能加一个插件，相当廉价的超脑力强奸，会极微极微服强化使用者超脑力，我靠，极微服啊，我没有东西啊，我靠，脑部导图会显示脑部机能的扩充状态，消耗波波可以学习各式各样的技能，每个类别都有分支技能，需要沿着选择的路线依序学习。我就看一下就好了，我就不读了。这三是啥意思？就是消耗三点呗，得。会自动吸引附近掉落的道具，我去，全吸过来了，这么吸过来啊，真恶心。这种游戏吧，你就得从一开始慢慢来体验，现在一下子把一堆东西放到你面前，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哦，我现在还有十点呢。啊，十点的话，那我该睡觉了，不是？十点的话，学习啥呢？扩充辅助，我就来强化吧，对不对？增加给予倒地敌人伤害，攻击力加五。OK， 这个呢，存在两个同样名称的技能。啊，啥意思？看不懂啊。增加使用念力给予对伤害可以，行，然后剧情，图书室，啊，图书馆就我一个人，学校，行，走着，然后我要做什么呢？啊 ，OK， 行，那现在要去哪儿？我去，哎呀！全息投影的封条，这三个人是好人坏人呢？哎呦呦，蜘蛛侠来了，这是啊，全员都到齐了。OK， 赛特，影神队长，ユイト、そんなかしこまらなくてもいい。贱人，你不需要这么毕恭毕敬。絆を重視するため、重视羁绊，所以习惯用名字互称。みんな見た目と年齢が釣り合ってないしな。也兜不上来是啥意思？階級だって、まあ。給料の計算のためについてるようなもんだ。あ、行。怪物軍が重視するのは強さだけだ。扬言。あ、挺扬言。我这俩瞳孔，你这颜色，这美瞳戴错了吧？这是。質問ってのは？あ、はい。あの、まだ渡るさ、渡るが到着してないようですけど。あ、没抵达呢。渡るは我が隊のオペレーター。度。小度、小度。在呢。没有啊。半径500キロ程度を目安に轻松传送500公里左右的心电感应。哇，这么强。とはいえ負担が大きいんでグループに入ってもらうぞ。パーソナルポートを開放してくれ。嚯，杜弗雷泽。各班の代表はナギ、ユイト、ツグミとする。それぞれ渡るの誘導を受けて所定のゴールまで向かえ。途中の会議はすべて討伐を試みろ。叶わないと判断した場合、逃走を許可するが、ゴールにはたどり着けよ。以上だ。行。了解。聊斋。じゃあまた後でな。頑張って。哟哟，那有妹子。你好，你好。哎呦，这就顺移走了，这叫。已收到脑部讯息 ，RB。哦，行，
补充说明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呢？反正就是干呗，就是这个游戏是不是？哎呦我去，这什么？哎呀，所谓的杀 Struggle Arms System， 战斗中画面右下方会显示 SAS 菜单，输入 RB 加 BAYX 会使用对应的 SAS 啊，就是技能呗。 OK， 着火啊，明白。YB， 啊，队友的招式，哎呦我打在一个残血的人身上了。LT， 哎呦我去啊！我做了什么？哎呦好，哎呦，啊拽死他！哎呦，啊可以，非常强。我这游戏怎么变黑白了？我操，加滤镜了，这是怎么的？哦，走走，炸！哎呦，这是什么？我去，这么强！哎，这个绿的是什么东西啊？哦，道具。这花里胡哨的，我都不知道哪些是掉落，哪些是随机的物体。哎呦我操！吓我一跳。哎，这边还有俩人是不是？干死他们！还躲这儿了还？还躲着了？你躲得了初一，躲得了高一吗？好，哎，打死 ，nice。跳的时候不能冲刺一下，残疾。哎，这是什么？黄秋叶的环境 C， 什么玩意儿？不过这个画面倒是挺帅的啊，我也就是因为这个画面看中了这个游戏，打算霍霍一下。但感觉这个战斗有点太过于复杂，不太适合我这种高玩玩家。连续按着 LT 后会消耗念量表，这么麻烦呢？一旦砸中敌人后，成功输入画面显示的追加输入指令，可以操控特殊物体施展进一步的攻击。哎我天哪，太麻烦了！啊，还行，啊字儿挺多，但是操作挺简单。还错了啊！没样，每一次还不一样了。再来，我擦嘞，抓死你！哎呀，啊，可以可以，摁错了也没关系啊，就是你只要摁了对的那个就可以。哎呀，我错，帅，可以啊，我去。挺帅的，
好，可以，无敌。这边有个绿色的东西是吗？啊？啊，停车场能进来哦。OK。哎呦呵，怼我一下。LT 来着，戳家子，戳家，戳戳戳，揍他丫的 ！Nice， 可以，无敌。啊，这是绿色的，这还带丝似的。往这边走。然后往哪儿走呢？这边，它的楼梯啊，上下层什么的都没有标注出来啊，非常的不合理。哎呀！哎呦！来着，干他丫的！等呢，哎，来着，哎，嘟，我操，帅气！好，哎，怼他 ，nice， 哎，可以可以。这个三角形是什么东西啊？哎呀！我去！哎呦，这有面具，脑驱动 drive 发动中，具有提升所有攻击速度、减少念力消耗什么什么等效果啊，可以有效的战斗。哦，就大招呗。哎呦我去！对，怼他。好，我去，太强了，这基本无敌了。啊，处决 ，nice。怼他丫的 ，nice。可以啊，挺爽的，打的，哆哆哆哆哆，就是揍我就。这个三角形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呢？就不太懂啊。哎呦，嚯，这楼都杵天上了都。それにしてもすごい場所だな。街が上にあったり下にあったり、子供の頃に行った遊園地の VR みたい。そこはもともと渡月への中継拠点だった衛星都市だ。卫星都市啊，真是在卫星上建都市。渡月って渡月橋の拠点の町のことですよね。ちょっとカルトっぽい。おっと、カルトなんて言っていいのかな？カゲロウはもともと渡月橋の伝道者で神職だったんだぜ。え、あの人が神職？おーい。聞こえてるぞ。生徒招待のグループトーク使ってるのは赛特小隊。ごめんなさい。まあしゃあないわな。気にするなよ。親が信者だったから自然と神職になっただけで、教えには全く興味ねえし。今じゃ菊池場がそんな風になっちまって、教団から素王に来る人間もあんまり見かけなくなったけどな。苏芳，听着像卫生巾的名字。何ですか？あのドローンは。哎呀！ジャミングしといたのにもうバレた。某江的无人机。カラスです。もう嗅ぎつけてきたか。気をつけろよみんな。カラス？マスコミ。みんな。カラスが大々的に取り上げてくれるぞ。乌鸦。テンション上げて。在天上飞的叫乌鸦，地上跑的叫狗仔。哎，还有巧克力蹦了呢！街のビジョン、投影装置の故障かな。綺麗だけど、
なんだか怖いね。あ、なんていうか。哎呀，被一个凳子怼着了。哎呀，这还有个摩托车啊，不是，这自行车啊。上层施工区域。来着，怼他，哪儿？挤他 ，nice 啊！我去，这个技能非常的伤害非常的高，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物体都能 LT 来攻击的。哎，这面有个小窄道，会有什么东西吗？会有什么小隐藏吗？哎呀，真的有！我操，太狗了！地图上还没显示这些物体。嗯。我去。来着。走你。挤他。哎呀。没打死他。哎呦我去，人烧了。处决。我去，玩家 ，nice！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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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在玩什么，就是这技能啥的，就是来就来回窜的，就是借用硬直化脑力，全身硬直化，让敌人攻击失效，就变硬呗，就是。啊、哦、，OK， 硬直，哎 ，nice， 怼他，拿 LT 怼他，挤他，哎呀，我操，这怪也挺硬啊，点火。发现弱点，嗯，就无脑揍就可以了，回个血。哦，这也有能 LT 的这个物品，但是已经晚了。nice， 哎，没死。看一下啊，往这边走吗？这边走好像都是一些物品什么的。就用瞬间移动脑力 ，B 的垫步会变成瞬间移动。墙壁对面，哇！哇哦！哦，我队友也过来了。我再过去。嗯，这边我没过来啊，我得看看，搂一眼是吧？得搂一眼。这边有啥呢？差点就错过了。黄朽叶环境壁，这他喵都是什么玩意？哎呦我去！就用透视脑力可以看穿透明化敌人的位置，透明化敌人，还有透明化敌人。
まだ大尉はそこにいるぞ。さっそうと役に探せるはずだ。倒れたぞ。一気に攻めるんだ。やっほら、アダムよろしく。啊！揍他丫的！处决！可以。透视！哎呦我去你的！吓我一跳！玩家，这干啥呢？在这儿拿棒子怼呢？在这儿，非常强，攻击力提升，还有外观。哎呦！哎呦！小兔子，哎呀，我们都是 me too， 他也有吗？啊，就不给他带了，怪恶心的。嚯，这整些有的没的，我喜欢。走吧。訓練生の時から使ってるけど、たまに不安にならない？ブレイントーク。頭の中で考えてる本音まで相手に伝わっ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って。大丈夫。哇，这面具挺帅。テレパシーとは違うんだし。ちなみに俺にも他人の考えてること。我身上怎么掉渣了，在这儿？安心していいぜ。什么声音啊？哎呦我去！他头上面是不是有个电灯泡啊？这个三角符号是什么东西啊？啊，继续前进 ，OK。那个瞬间移动。我去。都是。哎，透视呢？什么玩意儿啊？透视呢？啊！我血量见红啊！啊！哎呀，失败了！我靠，这是第一次有这个旋转的。还有谁呀？在这儿呢，我没透视了是不是？哦，还有啊。倒れたぞ。一気に攻めるんだ。油断したか。
他们怎么变得这么强了？まずいな。少しは成長できたかな。怎么感觉我锁定了也不攻击他呢？死了。報告の必要はないぞ。協力してくれ。何が勝てんだ、ラギー。等级九级了，我才五级啊！为什么这么强？お願いユイト。こいつで身を守れ。OK， 搞定。那边还有两个怪，是不是？我去，直接大爆炸！我都不知道我做了啥。哎，这是咋的了？这个啥呀？不都死了吗？啊，这儿呢？我去！哎呦，镜头都跟不上了都。嚯！弄他丫的！好的，怼死你！哎！我去，我去，可以一直连圈！哇，太帅了这个！哇！我去，硬质化，用火，我去，我那几个 L 七不应该之前用的，现在打不过了。敲刀麻袋，敲刀麻袋，敲刀麻袋，这个我觉得难易度选项吧，还是有点问题啊。他们等级太高了，我操，根本打不死。
What the fudge！ 我就被他连死了都。これでよし。外角に当たった。攻撃を集中すれば破壊できそうだぞ。外角の破壊に成功。一気にするよ。まだやれるよな。やけどしないでね。いいぞ、敵は燃えてね。着火着火。哎呦去，总算死了一个。这游戏也太难了。哇，总算搞定了，真的是太难了，搓的手生疼。说实话，这个游戏我还挺期待的，但是现在感觉我不太适合玩，因为我太容易迷路了，而且这个游戏也没有大地图，就只有小地图。有大地图不啊？对不起，我错怪你了。Oh yeah， 太棒了，还是很适合我的。这应该就是 BOSS 战了。お、ゴール一番乗りはユイト班だな。やったね、ユイト。あ、でも、なんか変な音がしないか。ユイト、ナイスだ。近くに怪異の反応がある。いや、待て。こいつは重大怪異だ。隊長、すぐに。目的地点に重大怪異出現。重大怪異って過去に海抜軍を殺してる怪異よね。隊長、他の班がたどり着くにはもう数分かかる。神兵が厳しい相手だが持ちこたえろ。来るぞ、ユリト、ハナギ。嚯，哎呀，有点抽搐啊！しかないな。行くぞ、花火。OK、やろうユイト。我去。こいつ、確かに手強そうだぞ、花火。そうだね。工夫して戦わないと。お、上見て。何かの資材がぶら下がってる。ユイトの念力でドーンってあいつに落としちゃおうよ。打不到人啊！哎呦我去，被他搂着了！哎，我明明挡反了。这是干啥了？哎呦！哎 ，L 七怎么没？怎么不好使啊 ？What？ 哦、oh ！我没有这个脑能量了，是什么的？哎呦我去！旋转！仕切り直した。哎我去，何だ。立て直そう。やけどしないでね。攻撃が効いてる。今の場所が弱点か。重大怪異に相手だからって器用だよ。視野を広く持て。好。弄死他。砸死他丫的。
啊，可以可以可以，我去，这一下子就残血了，就，哎，非常的强。即使在困难难度，我也非常轻松就打死一个 boss 了 ，nice。哎，やったか。ユイト、無事か？哎呦！お前ら巻き込まれたくなけりゃ離れてろ。啊，和他来个 high five， 然后怎么的？嚯，这过场！哎呦呵！挺帅啊。乌鸦来了。この戦いにおけるヒーローはもちろん、初陣で重大会議を務めた唯一のスベラギ超党兵でしょう。それではスベラギ超党兵にお話を伺います。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スベラギ超党兵。はあ。今のご気分は？その怪異を倒すことができてほっとしました。初陣での初金星、手応えを感じたんじゃありませんか？自分ではうまくお答えできないので隊長にお願いします。セプテントリオン君7頭の瀬戸鳴神隊員ですね。いかがでしたか、スメラギ超党兵の戦いぶりは？ユイとも花火も見事な戦いぶりでしたよ。スメラギ超党兵が大尉のもとに配属されたのは、やはり上層部もスメラギ超党兵を高く評価しているからですか？さあ、そのあたりは上の方に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みんな祈祷するぞ。スオウに戻るまでが任務だからな、気を抜くなよ。
硬。OK， 还可以啊，感觉还是需要很多的练习。也算是一个偏向硬核的 JRPG 游戏，好像是 RPG 游戏吧，我还并没有特别的去做这个攻略啊。